永远不是看战绩来评价你 C 不 C 值的，你要看局内的表现，你要通过我的第一视角给你们的观感。不可否认，从观感上来看，我就是最 C 的那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这赖神昨晚打了局2300分联盟赛，可以看到赖神方双边都很强，一个巅峰第九，一个巅峰第七。虽然对面的阵容也很强大，不过问题不是很大。他这个廉颇是千血廉颇，打这种廉颇的话，如果我们一级还是要打人的话，一定要尽早找出他的人，知道吧？我们只能通过预判的方式，我预判他在这个场，而不是在河道，知道吧？